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及各界圣贤大德，大家平安，大家好。每一年的三月二日，是王禅老祖的圣诞日。咱在中本山上基山仙佛寺来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特别圣诞，还邀请到佛教界上明下定大和尚，甲85位的高僧戒德，起来仙佛寺。来做水陆大法会，护国息灾，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一大法会啊！甲即摆已经做25段过去啊，再过两天，咱就要升段。第26段，咱的水陆法会就是道家的露天大照，50年做一届，一般做照呢3年就完满啦。但是咱维新圣教的宗旨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国家的安定，特别来升坛做水陆大法会，做一场的水陆大法会，人力、物力、财力、智慧力、团结力，种种是非常特特地地的。所以咱过两天水陆大法会，咱在上基山仙佛寺中本山，7段一宿，加加一个内段，总共做7天。最后一天呢，奉上法尊，甲各位同修上的经宝来圆满，而且这回咱的普渡接受各界的普渡。总共已经有15000多，这是过去几年来破纪录。咱来供养和全民，会当5国奉定，奉衣足食，家家户户有饭好食。人人会平安，这是修行的宗旨。所以咱维新圣教，这25年来的水陆大法会，各界
来参与法会的非常的踊跃，咱为心弟子也非常的热心，尽心尽力来筹备、来准备啊，香花、过串来供养、祭拜各色的众生，各人的累劫完成祭祖啊，各人的多生父母，甲一生的父母啊，种种的法仪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慎重。所以在法会中间，咱的上明下定大会上啊，真正辛苦顺各段啊，各段的师父嘛非常辛苦来诵经、来供养、来回向，为各位所求、为各位所需要的啊，为各位解冤释结啊，这可以非常的殊胜甲慎重。所以咱的法会是大灾名扬两界拢重要，央视一子孙啊，当来端上祭拜家己的祖先、家己的亲人，拢非常的虔诚，非常的诚心。啊，要过去处理，将来唔捌讲要拜祖先呢？啊，因为这水陆大法会感动到大众，开始会拜祖先，一家开始会圆满。这是咱修行的宗旨啊！所以，咱今仔日伫发挥进程的两天，啊，我著甲遮的过去，下面段段的经过，来介绍予各位理解。啊，各位还会参加的，今日去报名参加要来的户。所以福分是家己修，福分是家己求，福报是家己创造。老祖真正和谐，但最未讲真正歹。老祖是足慈悲的，希望家家户户平安，世界都和平啊！希望讲人人健康啊，健康咧，爱先对解冤释结，消业障，安尼就会平安健康。所以咱水陆会的法仪，咱伫明仔就开始会成团了啦。啊，委员各位同修，各位信奉神圣大德，欢迎恁起来上岐山善佛寺参加水陆大灾的大法会啊！祝福各位。
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癸卯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特别报道。禅机山维新圣教举办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至今年为止已经26坛。维新圣教举办水陆大灾法会以来，由宗主带领门下贤士弟子战战兢兢地办好每一坛的水陆法会，其殊胜无法以言语来形容。王禅老祖大慈悲，道家慈航为太平，万千万生来朝礼，共转世界永和平。三六天罡难天来，七二天是天心主开示。我们所举办的水陆大灾法会，犹如是道教中的罗天大教。罗天大教是为祈福保民、邦国安泰而举行的祭天法仪，通常数十年才举办一次。而维新圣教的水陆大灾法会却是年年举办。宗主混元禅师以大慈悲心向老祖发愿禀报，愿意将水陆法会一直办下去，还有命就要办，没有命了也就不办了，但是由徒弟们来接办。如此大慈大悲的大愿力，是为顺天利他，为圆满中华列祖列宗诸祖灵，为化解明阳两界之恩怨情仇，是为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也为了表达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慎终追远的大孝之心。水陆大灾法会法仪殊胜，为达到普度法界一切圣凡，法会公设七坛一所坛城，召请六道群灵以及无四男女孤魂等进阶前来法会同沾法义，受纳供养。
每年法会举办之前，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都需要用意询问支会长辖区内之吉凶，若有劫煞不善之事，则需在法会前请出家中支会长旗，带领辖内诸灵来赴法会，能令辖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平安。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和慈悲悯世消灾化劫之大慈大悲。维新圣教所举办的水陆大法会，更于韩林所旁边别设一坛。支会长何敬平安坛城，此坛城是宗主混元禅师秉持王禅老祖师尊圣事，为召请各地支会长辖内街头巷尾劫煞不安、受灾扰动诸灵等，来此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圣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举起台湾的兵，演过新宫庙的水陆大法会是佛教仪式最隆重、规模最大、功德最高的法事，是超度亡魂、救赎众生、超荐祖先亲友诸灵，并为洋人忏罪消业、延寿增福的法仪。维新圣教已起建水陆大斋道场，来恭祝王禅老祖师尊圣诞，彰显王禅老祖的天威与慈悲威德。为了圆满法会威仪，每年都礼请台东佛教界净明小竹上明下定大和尚，为法会邀集80多位戒德僧众，于各坛城中升坛法仪，引领大众诵赞诸经忏，功德回向法会坛上听经闻法诸灵，以表斋主赤诚之心。祖的流芳禅机山之国平天下，禅经双修见真心，道天赐福见天。法会也会在每天晚上由金刚上师升坛举行瑜伽咽口施食。
下，缠尽双袖见真情，老天赐福见天坛，足得流芳缠其山，黄道之国平天下，缠尽双袖见真情，老天赐福见天坛，足得流芳缠其山，足得流芳缠其山。由同修大众所供养的普桌铺满仙佛寺中各个角落，如同一朵朵红花，满山遍野盛开。金刚上师成佛慈悲威神力，将和会大众虔诚的供养一一转化，施食普供法会坛上一切有缘，解其饥食之苦厄，令得饱食而能安心听经闻法，觉悟大道。治国平天下，缠尽双袖见真情，老天赐。每年法会大众供养之普桌合计上万桌数，既是大众的虔诚礼敬慈悲心，也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感化。天下缠尽双袖见真情，老天赐福见天坛，足得流芳缠其山，足得流芳缠其山。水陆法会中，内坛是整个水陆法仪的核心，所有超度的一切对象都在内坛召请。也因内坛佛事主要是与四圣六凡交流，是整个水陆法会的重心。因此，一般起见水陆内坛都是由坛主以上之功德主代表所有功德主来参加礼拜佛事。其余之人不得擅闯坛城，但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向王禅老祖发大悲愿，除了由各道场法讲师轮流代表参与内坛佛事法仪之外，没有任何资格条件要求，只要来参与法会之人斋心虔诚，身着海青，一心奉请列祖列宗及多生父母和今生父母亲友友情等，皆得入内坛参与殊胜法仪，以心观想一切祖先亲朋都随己身入坛礼佛，以身代表随我礼佛列祖列宗诸眷灵受幽冥戒，自今而后守戒精进，领悟大道，放下我执，得脱幽冥之苦厄，转生清净极乐净土。万仙万佛不开关，法船在道王禅老祖大慈悲，宗主混元禅师大慈悲，开此法门平台，令一切有缘众生皆得进入殊胜内坛。水陆法会虽设有七坛一所坛城，
但整个佛事是一体的，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斋主们随己发心，共同来成就法会。尤其维新圣教每年于水陆法会当中，皆以金宝功德来供养回向，消灾化劫。此事王禅老祖师尊导驾慈航之大慈悲心，由宗主浑元禅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弟子，以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会员和家人亲友，共同来承担天命。于法会前一年的时间中，在家各自诵经、填写文书，禀报功德回向。在于法会起见前，集合所有同修大众所诵经之功德，于法会中回向，以达成消灾化劫、天下太平之大愿。历年来诵经之部数由每年数百万部逐渐达到千万部，今年癸卯年诵经部数的目标更达1888万部，功德巍巍，消灾化劫殊胜无比，皆有赖贤士同修、大众善知识等共同发心成就。癸卯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在5月13日下午将眼镜引魂起见。法会法仪殊胜，法会法务也十分繁重。为圆满法会所需准备的物资，以及法会运作所需的人力物力，还有每年来参加法会进山朝拜的贤士同修和信众大德之食衣住行等等，皆需妥善安排，以圆满法会、圆满大众。因此由宗主浑元禅师担任总坛主，各分寺道场住持担任副坛主，并设总执行干事和副总执行干事，三年一轮，由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轮流担任。今年是由元礼法师及元鹏法师担任，旗下再设各项事务组，分别负责各项法务。由于法会工作的繁复，方方面面都需照顾与考虑周全。总执行干事元礼法师在法会前两个月起，即召集各组负责人与各道场住持法师，召开法会准备会议，确认各项法仪时间及相关配合事务，安排人员、物资、程序、流程，厘清往年法会中所产生的各项问题，妥善安排改进圆满的方法，让各工作组之间融洽配合，执行无碍。与此同时，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也在住持法师召集下，纷纷召开水陆法会筹备之干部会议，
讨论护坛法务工作之准备，号召所需义工人力，检讨去年护坛工作之优缺点和工作协调之遗漏等等问题，并制定今年法会前置准备作业的流程时间，依序调派人力执行。法会各法务项目组也陆续启动前置准备工作，总务组及护持的道场和各界各班显示同修们利用星期假日发动同修志工清扫整理总本山各处禅房会馆等住宿环境，以便来参加法会留寺于寺中的善信大德和义工同修们都能有个干净安宁的休憩之处，养保精神，持续投入法会法仪法务。法会联位组则是很早就开始接受报名的法务，各地同修善信报名法会超度拔剑的资料，透过电话传真或者临柜报名等等方式从各地传来，联位电脑作业以及校对作业列印整理和赞普旗书写等等手续，都在护持的各道场义工同修配合当中顺利进行。坛城的搭设及水电配置也在法会前两周由护持的道场义工同修配合公务组温贤室依序组建架设。法会即将起建，各项前置准备工作皆已陆续完成就位，等待法会的开始。而非常重要的一项法务1888万部自诵经统计及文书缴回作业，也由各道场搜集之后送回总本山仙佛寺，并由义经大学负责统计数据。法会中也设有自诵经忏文书缴回统计之处，
由教务处原兼处长及护持的教室义工同修负责，于法会中继续回收统计任务，也祈愿1888万部能够顺利圆满，消灾化劫，天下太平。会将起，准备就绪。维新圣教全台50座分寺道场，在法会前2天，陆续恭请道场宗旗、老祖金身及宝鼎等，回总本山进山朝礼，参加法会，奉请宗旗宝鼎回总本山。最重要的是，带领于此一年当中，在道场周年法会及其他各项法会中，来到道场参与法会的有缘有情诸灵，借由宗旗、宝鼎与老祖的加持带领，一起来到水陆法会大斋坛城，听经闻法，皈依受戒，受纳子孙有缘供养。维新圣教三宝寺的中华先祖堂与天子帝王殿，供奉着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以及中华历朝919位天子帝王总理总统朱眷灵，和韩国与日本的历朝天子帝王总统朱眷灵。住持元松禅师为我们开示奉请祖灵参加水陆法会的真实意。诸位先生、佛法等，阮是维新圣教后立分寺三宝寺，今乃奉维新圣教上云下愿上师之命，为庆祝一年一度王禅老祖师尊大法会，咱上云下愿上师非常自卑，大概拢吩咐每道场主持，无人今仔日后日道场若是无平安，就是你维新圣教三宝寺主持的责任。所以呢，以大慈大悲，阮每一个分寺道场都唔敢怠慢。但是呢，虽然心拢非常专心，照师父的方法来剖析、来实行的法义，但是其中诸灵的性质，师父定定开始要听到真分明的寥寥无几。于是咱上佛下愿上师非常自卑，不再下命，为着加强咱法会力量，加强咱维新世教对这无形的、一有形的超度，所以每年在3月2日，在咱南大观圣佛寺各圣教佛骨山中寿巷60号圣佛寺的纪律举行水陆7天大法会。就这个机缘，特别应请到每分寺道场的主持，来请到咱，比如我三宝寺，就是咱本分寺后里区，伊来遮一年中来遮超八度来遮听经闻法之主有情者，恐有不周到之所在，所以特别也搁邀请到咱遮主圣灵，而且这眼睛照着这个水陆法会这机缘，师父的慈悲，
在咱三宝佛前及众生前来禀所闻，并且各自圣灵随即转来去圣佛寺听经闻法。为什么要安尼做呢？因为咱为心献教是为国修道，为民造福，这是咱上分下化上师最大慈悲的地方。所以，阮每一分析的道场唔敢怠慢，接着咱上分下化上师指令，速速在年头就直直准备，在今仔日会得应请到各道各咱道场，尤其是咱三宝寺遮有情者，一年之中有来遮听经闻法的有情者，也是要为五道者，今仔日借着咱上下元上师慈悲的心怀，咱随升级转来咱总本山圣佛寺浙江的翠绿法会来啊听经闻法，五菩提速往西方极乐世界。但上分下元上师又国讲非常的慈悲，恐惊这自然若是在翠绿法会听经闻法也无了解者，则阁随升级咱文殊头头有病吼，则阁转来道场来遮以向前各位行师来遮共同修行。唯愿咱诸有情，无管你在水里、在空、在陆，即个诸灵，那一听到咱微心献教、上分教、下元禅师之号召之灵，速速叫听伊的法音，速降各道场。各人回去来咱这个所在，以各位徛在头前这法师当庭再修行，期待每年咱庆祝三月二日为心献教水陆法会之期，则阁随升级转来去咱圣佛寺本坛加强听经闻法，五菩提速回咱西方极乐世界。观可解，不可解。这是咱上分下元上师，这是最大的希望。为什么呢？咱为心性高兴，第一宗旨为国修道，为民造福，为达到这个处境，所以咱上分下元上师不惜到一切的资本，大发慈悲，要何者的资源、资友情，下底。早日悟到八尘合觉、无生法印这个原理，所以无少资本拢举行这个大法会，希各诸灵在即卖佛教法印下，下底遵照上分下元禅师指明，速速随即回转咱圣佛寺国姓乡福福川中寿巷60号水陆法会七天其中，大家。听经闻法，照着咱上分下元上师是王禅老祖之宏愿，会伫早日八尘合觉，速入莲邦，在弥陀佛前亲受记，证菩提，愿可解不可解。比如咱为心信教，上分下元上师道体空安；比如着咱的国家会伫富强康乐。比如说，咱社会会安和乐利，这是咱上分下元上师之宏愿，也希望诸圣佛的慈悲，以照着这个咱三月二日王禅老祖供养之威力，会得庇佑着所有一切，所有到我求的一切，会得如愿如意，早日会得实现。阿弥陀佛。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习斋水陆大斋法会，明日下午将由戒德法师演进引魂正式起见。维新天下事将为观众们全程播报，请锁定每日维新天下事，关心水陆法会的精彩殊胜。